今次的調整呢，就是這個問責官員已經十年沒有做過調整了，十年沒有做過調整了。已經如果分開來講，8%+的時候呢，我相信 是不是很溫和的，而且亦都我剛才已經說了，是跟這個所有其他公職的業務 的薪水都是調整是相約的，希望大家要理性討論這個問題。